好，大家好，今天呢来推荐一首邱月如老师所编舞的《沙轮之恋》。好，舞步好看，歌曲也非常好听。好，前奏呢大约有两个八拍，但是第二个八拍同学们比较容易数出拍子哈，所以从第二个八拍完了以后开始做动作。预备动作呢，重心左脚右脚点地，左手叉腰。好，前奏两个八拍完了以后呢，右脚点两下，好，右脚点两下，然后绕一个手腕，手腕呢掌心先朝上，然后手指头往里面转，让手掌心朝下以后再往上提，然后再下来。好，所以是一二，好，右脚退并进，三 and 四，出左脚菱形步，双手交叉打开，五六七八，好，换左边点左脚，二二，左脚退并进，三 and 四，出右脚菱形步，五六七八，好，第三个八拍呢，右脚前点后点，退脚脚恰恰。三二三 and 四，左脚五六七 and 八，所以呢这是前五的三个八拍。好，再做一次前五动作，一二三 and 四，五六七八，二二三 and 四，五六七八，三二三 and 四，五六七 and 八。好，接下来第一段，这支舞有两段，第一段跟第二段。那因为第一段呢，它是吉鲁巴六步，那同学们觉得很困难，不太好记拍子，所以呢，我把第一段分成两小段。好，第一小段呢，前半段呢，好，先做一个右脚点踏，右点踏，那左脚呢是先点一下，点，左脚退一步，退，并进左脚，好，然后呢，后面的右脚，右左脚轮流点踏三次，三个点踏，转一圈到前面，右点踏，好，左点踏，再一个右点踏，三个点踏完了以后，左脚右踢回来，右脚左踢回来，好，那换左脚点踏，左脚一个点踏，右脚点退并进，好，后面的左脚呢，小转一圈到前面，三个点踏，左右脚轮流，左点踏，右点踏，左点踏，三个点踏以后，右脚踢六七八，好，所以第一段的前半段呢，我来数拍子哦。本来点踏是一拍，我把它分点一拍，踏一拍，好，把它切成细小段的，好，所以第一段的前半段呢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七八二二三四踢六七八，换左脚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踢六七八，好，第一段的前半段我把它切成四个八拍，好，第一段的后半段，好，第二小段呢，往右边，左手叉腰往右边踏并的时候，右手提起来，掌心到胸口，好，所以一二三四，右手往下画圆，踏并七八，好，右脚点踏踢踏两次，点踏踢踏，点踏踢踏，可以往右边小小的移动，好，二二三四，哎，我先想想看哦，一二三四六七八，二二三四，好，往左边夹脚，往右边，往左边夹脚，夹六七
八，好，二二三四，点勾点点勾七八，再做一次好了。好，第二个，第一段的第二个，第二小段，一二三四，踏并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，第三个八拍，手掌心打开，掌心朝下，右夹脚夹一次，三二三四。好，左脚点勾点，五六七八。好，第四个八拍，右手叉腰，左手往下伸直，手掌打下去，掌心朝后面开左脚，四二。好，收右脚点的时候举左手，三四。好，左手来摸头，顺势右脚踩下去，因为我要左边两个踏并，踏并七八。好，所以呢，第一段的后半段呢，再练习一次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点勾点，四二三四摸头，踏并七八。好，这是第一段的完整的一二小段，就是一个大段。好，接下来呢，第二段，第二段呢，双手右手右摆，左手左摆。好，所以你右手右摆的话，你的左手可以自然的摆到胸前。好，对，然后呢，我们的脚开脚是开右脚，一，左脚后踏 ，n， 右脚前踏，二，三 ，n， 四，好，加手，开右脚，一 ，n， 二，三 ，n， 四，好，接下来重心左脚踩着，右脚踢勾恰恰，好，你可以预备动作，擦地勾脚，好，擦地五勾脚六，右脚脚恰恰七。M 八，好，换开左脚，二二三四，好，右脚站好，哦，重心站好，左脚踢勾恰恰，五六七 M 八，好，第三个八拍呢，右脚前点后踏，右脚双手呢右左摆，前点后踏，左脚往后点两下。双手呢要弹两下，右手平，左手高，三四，换左脚前点后踏，五六七八，好，第四个八拍呢，右脚点踢踏前面，踏前面，点踢踏前面，点踢往前踏一步，好，好，四二三四，那五六七八呢？第四个八拍的五六七八呢？你就记得踏两步一个点再踩下去，好，所以踏右左脚，右左右点踩下去，换左右左点要踩下去，好，所以你的右脚才有办法后点前点，然后踏转踏转左脚落地，好，所以第二段再示范一次哦，右脚一 A 二三。N 四，踢勾，右恰恰，二二三 N 四，踢六七 N 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 N 六 N 七 N 八 N 五。二三四，这是第二段。好，那第二段完了以后，会接三个八拍的前五动作，再接一二段。那一二段完了以后，会接一个间奏。这个间奏呢，你只要多加一个八拍，再加前五的动作，就有四个八拍。我把间奏做一次哦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。三 n 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 n 四五
六七八四二三 A 四五六七八，啊，中间这个间奏做完以后，就接第二段。好，第二段刚刚有解说过了。第二段做完了以后呢，第二段我们要躺转完了以后，一圈回来以后，会右左脚走走一个恰恰，好，一个八拍，转圈一个八拍，右脚左脚右恰恰，好，左脚右脚左恰恰，一个八拍的走走恰恰以后，再出右脚菱形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开左脚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嘿，对，好，就等于说尾舞结尾的时候是绕一大圈的走走恰恰，再加一个右脚菱形步，然后再开左脚，这样子尾舞总共两个八拍结束。好，今天就讲解到这里哦，感谢大家。